高兴地说了声开个会员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百元，把它放进我的衣兜的里面，有人来问我是否捡到钱，我遗憾地说了声我没看见。不要一恶笑你就偏起干，不一善笑你就装作看不见，危险有味的才能赋予人，拾金不昧的精神要亘古不变。